48號 Suncrest Boulevard， 全部鋪好曬，搭埋嗰啲個 Quarter One， 即刻嚟遮醜白邊。哇！整個遠鏡啱啱拖咗地啊，仲有啲水印喺度。材料費，個 padding 唔使錢啦，用翻個舊嘅。25蚊一盒，用咗20盒。即係用咗5嚿水嘅喎，啊，就料錢5嚿水啦。仲有條邊咧，有啲邊啊插咗去，用得翻有啲邊啊要再買個重新鋪。即係料錢你當佢10蚊一20蚊一條，鋪兩條，咁都成550蚊料喎，好犀利。好多謝收睇。如果有問題可以在下面都留言啦，記得訂閱啦。其實不難鋪的，有咩法子不識的就大家研究一下，找我做青。多謝。